嘉义广播电台，到底讲落谁家呢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交给你。所以说，好，社区节目，这对我来说，这感觉太特别了。终于等到这一刻。怎么啦？你打不开吗？第55届广播金钟奖社区节目奖，得奖的是侏罗采风。恭喜正声广播电台。节目情感真挚，立体且多层次的声音铺陈，带听众走进社区，寻访温暖的人文，开拓的新视野，同时记录在地文化的传承与自然和平共处的故事，引领出社区的新风貌。感谢评审在我踏入广播即将满30周年的时候，给了我这个最美好的礼物，肯定我对广播热情的坚持。感谢正声广播公司，感谢陈荣明董事长、嘉义台蔡台长，还有正声大家庭的每一个好伙伴，你们一路以来的支持还有鼓励。感谢我的故乡嘉义，给予了我的节目最好的养分。更要感谢我亲爱的家人，谢谢你们永远做我最坚强的后盾。今天的这份荣耀，要跟也来到现场的我的先生还有我的孩子，与你们共享。谢谢。最后，我要感谢我自己。感谢我一直那么的努力，所以我是值得被嘉许的，许我把这座奖拿回家。